在适当的位置。耶和华有圈上所有宣物的和矿间，譬如星球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样经都被反载完美的位置。非常好，谢谢你，对呀。第二个是 EDMU 的问题，耶和华怎样帮荷马保持干净？小鱼和鸟帮助荷马，耶和华喜欢我们帮助我们。嗯、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第三个问题，一家村，为什么你应该把房间打扫干净？因为幼儿洗衣为洁的时，他在合适的地方直扫完屋。当我把房间打扫干净，耶和华和我父母都高兴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们白白手，我们努力，继续。